Sports. Hello everybody, and a quick announcement now.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all to kindly stay seated during the match.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这场比赛无疑在已经习惯足球世界保级大战的球迷心中有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当自己翘首期盼的比赛即将开哨之前，球迷们的期望明显上升，球员们就在这一幕完美的背景下登场。 比赛已经开始了，伊杰卡尔德抢断的位置很合理啊，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就被破坏了。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险。这下处理不过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好机会，他看到了空当，一个舌尖上的抢断。哎，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这脚传球质量不错，不过没能形成好机会，形势还是不错的。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明显没有想到一起去。 罗伯特·卡洛斯，防守漂亮，太及时了。梅西，再试一次，最后这脚打门能再精准些就完美了。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 科斯蒂奇，罗伯特·卡洛斯，球队弹了出来。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安德烈·皮尔洛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防线脑洞大开，哦不对，漏洞大开。 险情得到化解，发动反击，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前面有队友在跑位，塔卡，触角很及时，球转移到了右侧，梅西，提球传中，机会不断，他们又获得了一个角球。 守门员将球打出，据孔子的《论语》记载，烂的传球不如不传。科斯蒂奇，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这个断球干净利落。特伦特·阿诺德，梅西，梅西传中。 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成功断下皮球。
打卡，古利特，有队友支援吗？不用，他说跟一个人就够了。精彩的对决，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呀。里杰卡尔德，古利特，力度恰到好处。这样的尝试，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保罗·马尔蒂尼位置非常好，断球成功。好机会！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范巴斯滕，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呀。有很好的传球机会，利昂内尔梅西在积极跑位，机会怎么样？他的这一档太关键了。基里安姆巴佩，不得不承认刚才的扑救非常精彩，客观地说，这次扑救确实值得嘉奖。保罗马尔蒂尼，他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角球即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球被对方拦截，无功。姆巴佩，守门员化险为夷，精彩的扑救！基里安·姆巴佩造就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射门质量很高，他很清楚门将的位置。机会不断，他们又获得了一个角球。转身向后传球，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险情得到化解，发动反击，反击要来了，发起反击，梅西，卡卡，好的，他成功的突破，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人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很好的跑位，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这将是上半场最后一个动作了。由于没能破门，相信双方教练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的。虽然没出现进球，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沉闷。经过中场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比赛。上半场没有，他遭到了侵犯啊！漂亮的断球，否则形势相当危急。范巴斯滕，古利特，皮尔洛，好机会！里杰卡尔德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传配合。这下抢断很漂亮，有机会打反击。这是要传给空气吗？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我看好像是越位吧，对，是越位。巴斯滕，将球转移到了边路，帕特里克维埃拉往前传，头锤，
普利特，这脚传球很到位，秀了秀自己华丽的脚法，打一脚，双方都在追这个球。基里安·姆巴佩，球来到了左侧，公路送出直塞，尝试一脚，左势大力沉，很有危险，这脚踢是踢正部位了，就是有点用力过猛。梅西，哦，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我猜可能就是只有口头警告啊。哎，果然不出所料，AC 米兰等了几分钟啊，终于可以换人了。博斯蒂奇，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这球肯定会被门将得到。哎，你仿佛可以听到教练席上的一声叹息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裁判身上。点球 ，AC 米兰想必是追悔莫及呀。看看僵局能不能打破。他做到了，1-0，非常坚决的射门，教科书般的点球。看看门将先做动作，再踢向另一边。僵局被打破，比分变成1-0。这时候丢球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不过落后的一方仍有足够的时间来挽回败局。难得的机会。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这是毫无疑问，不然还能怎么办呢？他们现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更加积极主动的打法，这一下比赛就好看了。洛特尔·马特乌斯接到后方的传球，帕卡、罗纳尔迪尼奥，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皮尔洛，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打门，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传出这样的球我也是醉了啊。快攻的好机会，试图直塞，据孔子的论语记载，烂的传球不如不传。他准确地找到了队友，头球，里杰卡尔德这脚踢得很远。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可以放心的前压，不过一旦失去球权还是非常危险。罗纳尔迪尼奥，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漂亮的断球，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边裁取其越位，AC 米兰选择换上最后一名替补队员。Philip Kostic，Number 2。
比较长传，队友没能接到这个球。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Number 5, Number 8, 这是一道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梅西，内马尔想要绕过防守队员，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快速向门前推进，经历过这次险情，他们一定会让球远离危险区域，刚才的情形球迷们一定要吓坏。接球直接射门，孔德，罗马里奥，恩才失射。好的，边裁准确地判罚了越位。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不过他们仍然领先，这才是最重要的。罗纳尔迪尼奥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史蒂文·杰拉德进入伤停补时，快要结束了。莱昂内尔·梅西，杰拉德，这次选择了长传。除了孔德，中场哨响起来了，两队旗鼓相当，最后一球定胜负，他们以非常微弱的劣势惜败。蔡慧强同学，能否谈谈你的看法？应该说他们在努力和投入比赛方面丝毫不差，只是输在了下半场比赛的那个丢球。